这个各位尊敬的来宾，上午好。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在今天 AGI 这么热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从历史中学到一些规律啊？看到大的通用的颠覆型的技术是怎样驱动商业变革的啊？那么这样的规律能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那么今天在这个投资界跟商业界呢，大家问的哎，这个要帮我调啊，好，投资界跟商业界问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啊，the question everybody is asking， 就是英伟达是不是已经到了巅峰啊？这个，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如果英伟达到了巅峰的下一步，整个 AI 这个生态的投资会不会出现一个巨大的 correction？ 啊，那么把这个问题讲得更加这个 sophisticated 一点，就是由于 AI 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这个收获，能不能够 cover 我们在 AI 基础设施上如此巨大的投入？啊，现在每年在 AI 这个基础设施的投入大概都是千亿美金以上，但是收入只能以百亿美金来计，那么这样的一种不平衡能持续几年？啊，它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那么这个就逼着我们在思考未来的过程中，看看到底作为一个学者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借鉴。当然非常遗憾的是，不像这个 ChatGPT， 我们既没有大数据啊，这个也没有什么算法，我们只有单独的样本啊，极少的数据啊。但是我们能看的呢，还是只能回到历史啊。那么我把 过去这个互联网 PC 互联网跟移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最核心的一些 milestone 列了一下，啊，仔细看看，好像历史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规律性的一些借鉴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PC 啊，这个 Internet 我就不讲它整个历史了，我们只讲它的商业化开始的过程，非常有意思，就是说，1990年才真正开始在美国有了。 这个 ISP 叫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啊，89年开始有，90年开始规模化的出现。当时在这一轮的竞争中出现了一家最大的公司叫 AOL， 啊，年纪小一点的可能都没听过，但是年纪稍微大一点都知道，那曾经是美国最牛逼的公司，美国在线，啊，美国在线的前身，对，起点其实就是互联网的接入服务，啊。 那么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所谓的 Web， 就 WWW 这样一个标准，实际上是1991年才开始商业化的，才被作为一个标准，支持商业化的。然后1994年的1月份，在美国有一个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的 Summit， 实际上是，这个标准的学术界、产业界跟政府在一起的一个高峰，这个高级峰会。 在那基础之上，美国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的建设，啊，所以这就是上一浪的 PC 互联网的整个 infrastructure 的一个建立过程，啊，然后到这个整个 infrastructure 的这个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带动了整个应用的发生，所以不是偶然啊。1994年1月份雅虎成立啊，因为终于在互联网上有一些不少的内容可以被浏览啊。 然后这个浏览的核心工具是 Netscape， 所以是4月份 Netscape 成立啊，大概9月份 Amazon 成立啊，稍微晚一点 eBay 成立，这就是互联网早期的四大巨头啊。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个股票市场的这个故事，就 Netscape 在成立后不到16个月上市啊，然后开启了整个股市的一路的狂飙。那么这就是 PC 互联网的第一浪啊。 那么后面的结果我们都很清楚，就是2000年4月份的 Internet Bubble 的 Burst， 啊，在2000年的4月份 Bubble Burst 的之前，就要抛开市值最大的曾经的 Cisco 啊，然后也包括微软啊这几家所谓的传统公司之外，互联网公司的 Number One 是 AOL， 啊 ，AOL 大概用1600亿美金的市值的时候，收购了 Time Warner。 总的市值达到了3500亿，啊，是当时所谓的互联网公司里面的 number one，
那么 number two 是雅虎，大概1400亿美元，啊 ，Amazon 大概500亿美元 ，Netscape 那时候已经被这个微软干掉了啊，所以被收购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2000年 PC 互联网第一浪里面最牛逼的公司，今天还活着的只有这还是这个 top player 的只有 Amazon， 啊，这是第一个 lesson 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浪啊，然后是那个 bubble， 然后很有意思的呢。是在这个 bubble burst 的过程当中，真正的 PC 互联网的霸主 Google 开始发展啊。Google 虽然成立于1998年，但是到2000年前后都是非常非常低调的发展。大概在00年左右，曾经想用7500万美元卖给另外一家公司啊，结果最后别人还不要啊。它真正开始发展呢，是2002年。这个雅虎决定中断和 Google 的 contract， 不再用 Google 作为自己的内部的引擎，自己另外开发搜索引擎。那么 Google 开始做独立的大规模的网站开发啊，网站推广。从这个2004年这个 Google 上市，真正是硅谷黄金互联网黄金时代的开创啊。所以那个其实是 PC 互联网的第二浪，在 Google 之后就出现了 Facebook 啊。那么这是简单的 PC 互联网的一个历史。那么我们再看移动互联网也非常有意思啊。2007年 iPhone 发布啊，大概隔了5个月 Android 发布啊， Android 只是发布了还没有产品。 Android 的这个第一个手机是2008年发布的，但是那个第一个产品实际上虽然在这个产品上大家一看就是一个革命性的产品，但实际使用起来是非常糟糕的，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做这个做互联网。但是2008年就有了一个另外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叫 App Store 啊，我们今天都离不开的。然后2009年是 3G 啊，2010年 iPhone 4，如果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是一次极大程的突破。就 iPhone 首先就是这个啊互联网的连接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啊，这样的话图片 Video 才开始可能啊 ，Facebook 啊不 FaceTime 上线。iOS 4.0的版本有了很大的一个飞跃，还有一个巨大的突破是这个 video camera， 就这个 iPhone 作为照相的基本质量过关了。所以 iPhone 4其实是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初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性产品，所以也是不是一个偶然。2010年开始 Uber 的发布 ，Instagram 发布啊，然后。这是美国最典型的两个移动互联网的标杆性产品。那么2011年中国 WeChat 发布啊，这是移动互联网第一浪啊。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基础设施抛开更早期的发展，这个基础设施从出现到相对完善也用了4年啊。然后同样在移动互联网第二浪，其实一直到2016年这个移动互联网的下一代的霸主，也就是今天移动互联网的霸主，抖音和 TikTok， 其实才真正出现。抖音是2016年 ，TikTok 是2017年，然后拼多多其实也是2015年才正式这个创立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移动互联网也有第二浪，啊，而第二浪是真正盖过了第一浪，成为今天领先的啊这个超级应用的，啊，那么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AI 的这个发展啊 ，OpenAI 2015年这个创建，但是就这个 Jason 黄最近在很多的 interview 里面都讲过，这个讲2016年他第一次他专门到这个 OpenAI 办公室，把他们做的 AI native 的 GPU deliver to Sam， 啊，这个 by person， 所以2016年其实是 GPU 开始为 AI 做优化啊，那么2018年 Transformer 那篇 paper 发表。到 ChatGPT 3 2020年大家 realize scaling law 的 power， 以及作为这个这个就是说 intelligence can emerge 啊 from large data and all this kind of new approach。 所以实际上这个这一轮的 AGI 是其实学术界大概从2020年 GPT 3就意识到，但是大众是因为有 ChatGPT这个2022年年底发布的产品，才真正感受到了 AGI 这一轮的这个发展啊。
这是一个快速的 overview of history. So what can we learn from history? 啊，那么我自己总结了这个一个简短、一个非常简单的分析框架，供大家参考。啊，我觉得呢，就从这个简短的历史，其实我们再往前看，可以看 supercomputer， 看这个 PC computer， 大概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性的发展。也就是说，一个通用的颠覆性的技术，经常会带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技术变革和商业变革啊。所以我们先有了这个 PC 互联网，然后有了移动互联网，然后又有了物联网啊。那么另外一方面，零零年左右我们有了大数据啊，大家天天讲大数据，到了一零年左右就讲 AI 啊，讲 machine learning 啊，机器学习，到了2020年我们开始讲 AGI 啊，所以差不多十年左右有一个大的技术变革带来的商业变革。那么比较有意思的呢，就你仔细观察呢，就是好像每一浪每一个这个发展呢，大概都在13-15年左右啊。当然就可以看你怎么定义每一浪了，但 roughly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概念。而且大致经过四个发展阶段啊，第一个是早期的渗透啊，第二个呢是泡沫破裂，那么第三个呢是啊，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我马上会展开讲的，我把它叫做原生应用，就是真正把这个技术最大的价值发挥到 2C 的这个场景当中去的一个颠覆性的应用啊。然后这个行业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第四个阶段就是变成一个赋能型的技术，就赋能所有的行业啊。既然我们讨论的是一个通用的大的技术，那么它最终会影响每一个行业啊，互联网跟移动互联网都走过这个阶段啊。那么我最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概念呢，叫 native app 啊，就是原生应用啊。那么它大概是在这个技术发展第三阶段。为什么真正大的原生应用要经过前面这么长时间的酝酿？因为基础设施要到位，技术发展要成熟啊，然后商业配套要跟上，最后创业者要能找到那个突破口，在市场的大浪淘沙中最后找到面向未来的那个超级应用啊。那么给大家讲个例子就能够比较清楚的理解啊。当然这个 native 原生到什么程度是可以定义的啊，我自己是把 Google 定义为真正的 PC 互联网时代的 native 的应用啊，原生应用。当然你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这个去这个 argue 啊，在更弱的一点的层面上，雅虎和 eBay 你也可以说是互联网第一阶段那个技术能支撑的一个原生应用，只是它原生的程度啊比不上 Google 啊。那么我为什么说 Google 是一个超级的一个原生的这个应用呢？互联网时代它是在三个层面啊。第一个就是用户体验有一个极大的突破啊，当一个整个一个屏幕只出现一个搜索框，你只需要输入关键词，全世界所有相关的信息在几秒钟之后就能回到你的屏幕，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体验，也只有技术突破到了那个时候，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算法叫 PageRank 啊，然后才能够实现这样的全世界的海量数据被组织起来，然后再用这种极为简洁的方式呈现给普通用户啊。所以它是用户体验的一个极大的突破，甚至是以前都没有类比的。雅虎的体验你还有类比啊，只是把报纸搬到了网上可能更快更好，但是搜索的体验是以前不存在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体验除了有算法技术的突破之外，还有一个核心突破是基础设施的突破，就是分布式计算，也就是今天云计算的技术源头。那么第三个同样重要的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啊，就是 P4P Pay for Performance， 就今天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精准营销，它是把广告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量化的、效果可以被测量的、事后付费、实时定价的商业模式。
这也是一个全新的突破，所以商业效率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啊，那么由于这几个方面都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所以才奠定了谷歌前所未有的竞争优势，让它持续辉煌了15年。啊，那个商业模式的创新我也想特别强调一下，因为只有出现这样的商业模式，谷歌才能得到如此丰厚的利润和如此快的收入增长，能够覆盖他们所有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这才是一个自循环，一个企业就能够自己造血完成循环，而不是靠社会力量、靠 VC、靠政府支持来做研发，啊，这才是一场商业革命的完成，啊。所以重新回到这张图，如果我们通过历史得到了这么一个大概的分析框架，我们会怎么重新回答那个问题？今天我们处于 AGI 发展的哪个阶段？ NVIDIA 有没有到顶啊？那么谁也没有水晶球可以去预测未来啊。我自己基于刚才的分析框架，一个非常初步的判断，就回答那个问号：我们今天处于 AGI 技术革命带来的商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啊，也就是有点类比 PC 互联网的雅虎阶段，啊，所以 AGI 刚刚显示了他们对用户的价值、对产业的价值，开始创造价值，进入一个早期的被渗透跟推广的过程，啊，但是由于我们看到了如此让人兴奋的未来。所以基本上因为人性，因为商业的基本规律，我们会对这个技术有无限的向往和巨大的投入，啊，同时目前看起来算力好像是制约 AGI 发展最大的瓶颈，所以现在会有海量的投资涌入算力，啊，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基本上一定会出现 infrastructure 基础设施的过度投资，啊，所以这个也是商业的基本规律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大概率会进入第一阶段的第二步，就是由于早期的这个效果 让所有人对未来产生了如此好的想象，大家都不遗余力地做基础设施的投入，能够让未来真正产生。那么这一次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多大程度上会这个 overshooting 到这个 bubble 这个泡沫会有多大啊？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需要再回过头来看 AGI 这一轮它的商业本质啊。AGI 的这一轮其实就三个核心的这个啊驱动力，一个是算力，一个是数据，一个是算法。最有价值的数据肯定是未来在使用一个 AI 服务的过程中业务自然沉淀的数据，啊，然后数据形成这个反馈闭环，啊，所以数据呢是一个跟着业务发展的自然衍生的产品，它基本上是个线性发展的概念。这个算法呢是一个不太可控的基于天才的、基于科研的一个这个很难事先预测的一种行为，就比如说我们从最早的这个神经元这个深度神经网络到 transformer 的架构啊，到现在大家都认同会有一个超 transformer 的架构，但是所有的人都在努力，但谁都不知道。这个新的算法架构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啊，这个确定性是在它会发生，不确定性在于 nobody knows when。啊，所以，但是呢，只有对算力的投资是确定的。但是很遗憾呢，算力呢是一个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你从这三个基本驱动力来看呢，就基本上算力的固定资产投资。一定会产生一个超前的效应，也就是说它有可能会过度投资。那么这个过度投资会到什么程度，
它其实依赖于下一次算法突破在什么时候发生。如果这个算法突破发生的足够早，那么我们可以进入下一轮 AGI 的正循环，那么这个基础设施的过度投入就不用等很长的时间，等算法赶上来，然后我们再可以有实质性的这个技术的发展跟商业的突破啊。所以这就是我自己一个非常简单的思考框架和一些初步的结论供大家思考，谢谢大家。